欢迎仪式开始，奏乐。阮哲言非常欢迎你来泰国。这位是我的副手程少校，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李宾斯副司长，你好。欢迎您，阮专员。这位是我们的救命啊，保护专员啊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你还好，不要开车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没关系。哎，请跟我来。就在这里，请进去吧。你看看，地方，把车票给我，跟我来吧。神经病，这里，请进去。这个人真坏。你不是本地人吧？你是不是从香港来的？嗯，你尝尝很好吃的，是这里的特产呢，味道很好的。哦，嗯，哇，
这个戒指好漂亮啊，在哪儿买的？啊，这个也不错，到底在哪儿买的啊？你不是本地人呐？我像本地人吗？哎，借给我看看，来。哇，你好凶啊！不看就不看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今天真见鬼！刚才碰到一个色狼，现在又碰到一个三八，倒霉透了。